豆豆，什么想吃肉？什么想？你不是很喜欢吃肉吗？豆豆，来嘛，我给你，来。毒！吃嘛，吃，不会闹死你的。来嘛，他说你突然对他这么好，豆豆，来，他说我有点心慌。吃肉。算了，不吃不吃，有毒！啊，那来我给你打个领带，知道？可以啊。钱多，你看他拿的是什么？他拿的是一条长绳子，他勒死你哦！你看。别听他的，他要勒死你啊，钱多！别听他的，听他说什么嘛？你看，他套上去了哦，你看，他勒死你的哟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看这打个领带打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你听他的做什么？你你听他看，他肯定是想勒你，你看他早就看你不爽了，钱多，他早就看你不爽了没哈。啥事。